好，大家已经拿到了自己的布偶了吗？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去照顾你的布偶。首先就有两种方式，一种的话就是粘毛滚轮。你在粘它的时候呢，就是随意粘 ，but 如果它是布织布的地方，拜托你不要粘到它。对，你可以这样基本的粘它。那我们自己呢，如果说你是比较大只的布偶，你也可以就用拍的。可是如果你非常非常爱他，你照三餐抱着他，晚上睡觉还要跟他搂搂，结果他脏掉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是拿家里面最常见的立体洗衣袋，把它套进去，洗衣袋越小越合身越好。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扔进洗衣机，正常程序跟其他衣服洗衣机洗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手上的每一只布偶在我们制造完成之前，我们都帮你洗过一次澡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大家。